心动在短暂契合的某一天，凭着直觉，同个理由隐藏一种特别，在触电的环节开始怀疑双眼，你居然让我如此妥协。你厌倦的这个世界，我一一脸呈现，怎么你的苦恋我竟侥幸相劝，却发现受伤有爱情我不放，从两点一线到观望时间，你恰好出现，当锋芒结束这段流浪，熟悉的光线像灰色起点落回心里。失踪人口终于出现了。等打完这通电话，你得感谢我这段时间的失踪呢。嗯，这么厉害，要不要给你提名诺贝尔呀？重大发现，我发现啊，波尔多的衍生物可以激活人体免疫系统，并在人体内自动募集免疫细胞，从而杀死肿瘤。喂，喂，你在听吗？你是不是被我的卓越成就吓傻了？李昂。你刚刚说跛度的提取物能对抗单米症，它的衍生物还能对抗肿瘤？没错。说起来啊，我得感谢你，我得感谢你上次帮我纠正了排错的化学结构，才有了这个新的发现。那现在已经证实了没有？我已经在小白鼠身上完成了实验，如果进一步取得科研成果的话，我相信它不论在药用价值上还是商业价值上，不比你那个什么 DPN 的项目强太多了。利奥，你这个消息实在是来得太及时了，简直就是强心剂，是不是？你说我咋这么厉害呢？哎，这诺贝尔奖说不定真有我一份。你放心，这个军功章有你一半。是是是，全世界就你最厉害啊！不跟你废话了，赶紧把资料给我发过来。等着吧，啊 ，OK。西周啊，难得余生他康复回来，他接风宴你都不出现，你是对余生有意见，还对爷爷有意见？爷爷，你也知道的。那天我有单单子要谈，谈事可以往后推呀。弟弟就一个，我知道，你妈妈的去世，你很难过，也很难接受。你是不是在怪余生啊？没有。你现在是副总了，跟余生合作的机会是越来越多。当然了，做事嘛。就算是两兄弟也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，可是你是哥哥，让路给弟弟啊。哎，好，今天婚姻想吃本帮菜。爷，我来安排。好贴心啊！什么时候认识的呀？哎呦，不要不好意思嘛，跟我们说一下呀。是。你怎么来了？接你下班，
庆祝你回国第一台手术顺利成功。哇，朱医生好幸福呀！谢谢傅先生的下午茶，谢谢下午茶。不客气，希望没有打扰到大家工作。对，免费的下午茶，翻译也来不及呢。真的是。我已经调查过了，你们这个办公室工作的基本上都是女生，这个工作环境非常的不错，继续保持住。傅云深，你的脑袋里都在想些什么啊？你觉得我脑袋会想些什么？这话好看吗？你们这个资料我看过了，麻醉用量没有问题。哇，你们科室也太不享受了吧？哎，芝芝。哎，哎，好巧啊，你们都认识啊？好久不见。我们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。哦，好巧啊！对，好巧。哎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看啊，朱医生的男朋友啊，请我们喝咖啡，来尝尝。对啊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，咖啡我就不喝了。哎，这个是你最喜欢的那家店的，是不是心情不好呀？毕竟连轴转18个小时。换衣服吧。看到了吧，这里就是我们医院的花房，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地方。这里非常温馨，不用担心风吹日晒，对于患者的治疗非常有帮助。是挺不错的啊。哎，你们这里还在招聘吗？怎么了？你无时无刻都想见到我？分分秒秒都可以啊。囡囡，你回来了？哪来的？不得了哎！哎呀，你怎么了？又吃啥去了？你在恶者而食之。你在恶者而食之。由恶者蒙昧寄居，贸贸然来。有恶者蒙昧寄居，贸贸然来。贸贸然来。前熬。左捧食，前熬左捧食，右指饮，右指饮，曰曰，余为不食，皆来之食，以至于斯也，以至于斯也，从而泻也。你回来了，妈。哦，花。哎，奶奶。朋友送的。看你高兴的，嘴巴都要咧到耳朵根了。哪有？谈恋爱了。好啊，好啊。这个人是哪里的？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？做什么工作？对你好不好？哎呀，奶奶，你一下问我这么多问题，我怎么回答得了？我想知道呀。你想知道，我跟您说，他叫傅云深，我们是在 M 国认识的，是上海人。上海人？好的，好的。是搞医药研发的。对我特别特别好。好啊。好啊，哎，什么时候把他带过来让奶奶看看？那我可得让他好好准备准备。有什么好准备的啦？吃饭吃过没有？没过。下去下去，都准备好了，来。喂。
现在几点了？对呀，都两点了。哎，你说我咋这么敬业呢？我有什么事说吧。资料都整理好了，已经发你邮箱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是我花了好长时间才做出来的。嗯，辛苦了啊。什么指示啊？呕吐的研发已经有了新的突破与方向，李欧把他的资料已经共享过来了。真的？哎呦，那太好了。嗯，通知大家十点开会。哎，好好好。我的天哪，简直修罗场！嘘，你小声点儿。傅云深真是个祸害。哎呀，这事儿怎么能怪他呢？你还替他说话？你都郁闷成这样了，还替他说话？啊，好了好了。你不是说有什么天大的事要跟我说吗？是什么？你的终身大事。你不要这个反应好不好？为了你的终身大事，我地毯式搜罗了大批未婚男青年，然后套用了选秀节目的流程，经过了严肃、严谨、严酷的淘汰晋级。软软，咱重点。所以重点是，最终他经过科学的挑选 ，C 位出道，获得了与可爱的你相亲的机会。哎，这个是我表哥。他从高中起就在国外上学了，学的是金融，在银行工作，身高185，人长得帅，性格也好。你看看，你要是觉得合眼缘呢，我安排你们两个见一面。他之前在我家看到过你的照片，一直夸你长得漂亮。你要是觉得这个不合适，那我再好。我后面可是准备了100句要说服你的话呢，你答应的这么爽快。不是说，忘记一个人最好的方法，就是开启一段新的恋情吗？那么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，大家散会吧。嗯。张乐。嗯，你把资料整合一下，做一份淋巴癌疫苗项目的提案。就做淋巴癌项目，单明症项目不做了。都做。那我们别傻了。董事会一直阻止我们做单明症的项目，说我们是在搞慈善。但淋巴癌疫苗有着巨大的商业前景，只要我们拿到妥当的商业权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提案你亲自去负责，做得漂亮一点。把两个项目做得更明白，尤其在商业前景这一方面做得更突出一点。老板，我办事你放心。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行，好。
失陪一下。傅云深，真是你啊！好久不见，软软。你还好意思说呢？我给你发了那么多次微信，打了那么多个电话，一点回应都没有，像话吗？我这不是来给你赔罪了吗？你这腿完全好了吗？嗯。你怎么样了？什么你的，没大没小。我现在可是你嫂子，来叫声嫂子。冉冉，你过得好吗？挺好的呀，这不刚办完摄影展，然后有出版社帮我出版了这个画册，就当是一种纪念了。行啊，你啊，现在都成大作家了。少来，你突然跑来找我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嗯，也没有什么，我就是过来看看你。有话赶紧说，磨磨唧唧的。我这次回来，我哥变了很多，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？他有没有跟你提过什么？没有啊。为什么我觉得你好像知道什么，但是不愿意说呢？顾软软，你根本撒不了谎，是不方便吗？我是真没觉得他有什么变化。要是你觉得你们兄弟之间出了什么问题，我觉得你应该当面找他聊，对不对？哎，我那边还有客人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回头找时间吃饭啊，拜拜。好啦，就送到这儿吧。这两天是不是没休息好？我送你进去吧，顺便拜访一下奶奶。不要。不要，这么快就拒绝我？你是问我特别的伤心？不是，你最近不是没休息好吗？等下次我们休假，我正式介绍你给奶奶，好不好？好，朱医生这么为我着想，这次就放过你。嗯，早点回去休息，晚安。呦呦呦呦呦呦呦！看来我出来的不是时候，要不然我回去。奶奶你好，我是朱舅的男朋友，叫傅云深。好，既来了。就进屋坐坐吧。嗯，好啊。来，一人一个，包包把婆婆送回来。好。嗯。走走走，我。哎，奶奶。哎。这个不错啊。嗯。晚上了，不给你沏茶了，这是我自己晒的金银花。嗯。很清淡的，去火。不知道你喝惯喝不惯？喝得惯，喝得惯。我们家也经常喝这个。是啊。嗯。怎么样？嗯，真的不错。嗯，奶奶，我对植物药草也很感兴趣。哦、嗯。我听朱舅说呢，您平时也喜欢研究这些，那以后我们就以后多多交流。哎呀，研究谈不上。我是蛮喜欢的那以后我经常过来，你不要嫌我烦啊。不会的好好啊啊，我肚子饿了，今天晚上吃什么呀？哎呦，你看我高兴的都忘记炒菜了。哎，那我帮你啊。马上就好。不要不要，我马上就过来。要要要，我给你学学啊，学学以后怎么给猪舅。两位请慢用。谢谢。谢谢。我听软软说，你们俩认识很久了。是啊。那你们关系一定很好吧？因为小时候他总是跟我炫耀，说他有别的哥哥姐姐，然后威胁我一定要买他自己制作的手工作品，
要不然就跟我断绝兄妹关系。倒像是软软会做的事。我在软软房间看到过你们小时候的照片，我记得里面还有两个男孩子，是西周和云深。软软他倒是自己内部解决了，不过幸好你没有。怎么了？是我说错话了吗？没有。我的意思是，其实我对你挺有好感的，所以很庆幸你还是单身。啊，我这个人一向是比较直接的，所以希望你不要介意，不要认为我在冒犯你。不会。那就好。我去买支红酒吧。你想喝什么？都可以。好。鱼蒸好了，我来切吧。哎，奶奶，你等一下啊，马上就好。切得真好哎，你还有这功夫啊！我爷爷呢，最爱的就是下厨，经常抓着我一起，所以呢，做多了自然就会了。你爷爷爱做饭啊？您都不知道，我这个爷爷非常的可爱，他从来就不吃他自己做的菜，都逼着我吃呢。逼着？来来来，给我。啊、哎呀，你们祖孙二人的关系。一定特别亲密吧？嗯，我从小呢就是爷爷带大，嗯，所以这一点呢跟朱姐是非常有话题，嗯，聊得来。朱姐和我说啊，奶奶，您是她最爱的人。奶奶，您知道我有多嫉妒你吗？嫉妒我？嗯。哈哈哈哈哈！聊什么？聊什么呀？看我这蛋花打得怎么样？嗯，还不错。再聊你啊，是我会还的，还你，真的。嗯，奶奶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忙的？哎呦呦呦，你快歇着吧，那厨房哪里站得下呀？嗯，你去等等吧，马上就好了。你忙了一天了，歇着吧，等着我给你做的饭。嗯，是不是嫌弃我做的饭？怎么会呢？你得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啊。奶奶，哎，今天我给你露两手啊！现在年轻人愿意下厨房的越来越少了。是啊，得鼓励一下这些年轻人。嗯，再忙再累，都得要孝敬父母，要学会生活。对，也要懂得生活。嗯，找什么呢？嗯。本来呢想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小秘密，结果发现连一张明星画片都没有。我上学的时候那么努力读书，哪有时间关注什么明星画片啊？嗯，但是我不信啊。十几岁的青春肯定有喜欢的人吧。突然八卦我的少女时代，你有企图吧？嗯，我好奇啊。我是在想啊，你这一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？嗯，有没有喜欢的人，甚至有没有疯狂追过星？哎，小猪舅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？文艺型呢？运动型呢？还是呢？还是啊？傅云深型，满意了吧？这个答案满100分。去哪？一
在这儿等我一下吧，我去找一下代驾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天也这么晚了，我还是送你回去吧。真的不用了，我已经叫车了。很谢谢你今天请我吃饭。那我下次还能约你出来吗？对不起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，是我自己还没有准备好，真的很对不起。没关系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拜拜。拜拜。送走了。嗯。奶奶，您觉得云深怎么样啊？你觉得他怎么样啊？嗯，我觉得应该挺好的吧。那就够了，你的感觉最重要。谢谢奶奶。奶奶，你真是太好了。哎。云深很会做饭呐，嗯，这样的人是个会生活的人。我想将来你们结婚以后，他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奶奶，你这是说什么呢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奶奶，我是想啊，我一辈子都别嫁人，我想一直做您的小孩。傻话，你嫁了人就不是我的小孩了，照样是我的孩子。我的女女，而且我还多了一个孙女婿啊。说的也是。女女，你从小没有父母，奶奶又不能陪你一辈子，有一个真心你喜欢的人，而这个人又真心的对你好，奶奶是真高兴，真放心。他打算怎么做？哎呀，你就说吧。妈妈，上海什么时候下雪？你说孩子，这大夏天的哪来的雪啊？我们同学都看见过雪，他们说我土，没见过雪。别理他们，这是六月天，没有雪。你继续说，老王开车。芝芝该许愿了。芝芝，你应该许愿了，第三个愿望不能说出来哦，说出来了，愿望就实现不了喽。嗯，第一个愿望是我希望今天能看见雪，第二个愿望我还是希望今天能看见雪，第三个愿望是气球哥哥，六月不下雪吧？对呀，六月没有雪。六月才不会下雪呢。芝芝，你真是个小傻瓜，不准欺负我们家芝芝。
姓傅的，上次你打了我，我就浑身难受啊，然后我就去验了个伤，找了个律师，律师说了，像我这么严重的伤，精神损失费加医疗费，最少也得这个数。多少？100万。没关系，我手机里啊有两段录音，这可是证据啊。喂，你可想清楚了啊，你要不给我这两段录音，我马上发给傅凌天。你可要想清楚了，老爷子要是知道是你打的傅云深，他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？哎，我怕什么呀？这是你逼我干的，老爷子不是不知道，你是个心狠手辣的人。哎，你的命令我哪敢违抗啊？知道我心狠手辣就行。姓傅的，你别逼我，否则你会后悔的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姓傅的，老子跟你没完！吃完了吗？差不多。那你跟我过来。领带你想要红的、蓝的还是条纹的？都可以。哎，好像红的更好看。低一点。昨天云深来画廊找我了，问我你对他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你们没发生什么吧？我自己来吧。没事儿。那我们有空的时候请他吃个饭吧。结婚这么久了，他还没送我新婚礼物呢，我可得要回来。到时候再说吧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上午还有个会。我先走了。那你小心开车。好。晚上记得回爸妈家吃饭。说吧。是江总那个侄子江俊，他自从调去楚云部，每个月底都不好走报销流程，还在外面成天打着林天的旗号招摇撞骗。楚云部的经理过来问了好几次了，要怎么处理？别管他，能压就压。好，知道了。进来。顾，你不好好工作，来我这儿干什么？顾，我有个天大的好事儿，非得您亲自出马。顾，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他是搞冷链物流的，报价比咱们现在合作的公司要低多了。咱们和这家公司的合同也快到期了，不如在这个时候考虑换一家。这可是给咱们公司省钱的大好机会。这个公司的名字叫什么？川泰冷链。
他们陈总以前在全球最大的旅游公司上班，现在自己出来单干，跟好多大公司合作。靠谱？当然靠谱。姑，你可以先见见他们，能看人一向准，他骗谁也骗不了你。回头你约那朋友出来见见面。好，我马上去安排。看什么了？笑这么开心？妈，你看是不是特别可爱？这个可爱，肥嘟嘟的。是不是想要孩子了？没有，我跟西周平时工作那么忙，哪有时间想这个呀？好了，汤来了，来，来妈，哎，当心烫啊，吃吧。你别光吃面前的菜，妈妈做的每一道菜都很好吃，不能错过。是啊，来，你吃好你自己的啊。嗯，好吃你就多吃点儿，来，软软。谢谢妈妈。都结婚了，还跟个孩子似的。西周啊，你们也结婚这么久了，有没有想过要孩子啊？孩子可以早点生的，这样软软恢复起来也快。嗯，你们要是工作忙没有时间，我可以帮忙带呀。妈，我们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。哈哈，他们还年轻，软软还是个孩子，西周还有事业要忙，等几年也好。对啊，妈，我们还没这个打算。宝贝，今天开不开心啊？开心。那妈妈给你唱首歌吧。开心啊。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，把它交给警察叔叔说里面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不想要孩子？我知道妈妈今天突然提孩子的事挺突然的，但你那样说话，我觉得你根本就不想要孩子。咱们从来没有商量过说不要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养孩子是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。我觉得我现在我还没有准备好。你没时间我可以的嘛，如果有孩子了我就辞职，我在家好好照顾宝宝，你不需要操心的。我们的孩子又不是没有父亲，我为什么要让你一个人来承担？那你还是想要的，对吗？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那什么时候可以？我不知道。孙晨是不是你派去海德堡的？你到底是谁呀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海德堡的马克这个名字你应该不陌生了。是，我被你们打伤了。
跟你有没有关系？算有吧。为什么？说话。我让你别回上海的，你不听，就为了这个，就为了这个。我当时已经站不起来了，已经不在公司，也不会对你构成威胁。只要你在，对我就是威胁。哥，从以前到现在，我从来都没想和你争过，可你现在还不是站在我面前？Ooh.